完了完了，我的妈妈被怪兽封印在照片里面了。奥特曼说，只要我把照片拼好，我的妈妈就能解除封印出来了。我要认真的拼，仔细的拼。妈妈妈妈，我好想你呀，你赶快出来吧。哎，不对呀，这里怎么还少了一片？不行，我要赶快找一找。小白雪，我大恐龙捡到一张照片，你快看看是你妈妈的吗？谢谢你大恐龙，我来拼一下看看。哎呀，这不是我妈妈的照片。小白雪，我大黄牛也捡到一张照片，你快看看是你妈妈的吗？谢谢你大黄牛，我来拼一下看看。哎呀，这也不是我妈妈的照片。小白雪，我大鳄鱼也捡到一张照片，你快看看是你妈妈的吗？谢谢你大鳄鱼，我来拼一下看看。哎呀，这还不是我妈妈的照片。哼，怎么办呀，我不能救我的妈妈了。小白雪，别哭了，我大老虎也来了，我也捡到一张照片，你快看看是你妈妈的吗？谢谢你大老虎，我来拼一下看看。哇，这真的是我妈妈的照片，太好了，我的妈妈马上就能解除封印出来了。